位于捷运双连站附近的巷弄美食，平常需要现场等候入座。最为人知的餐点是手工汉堡排，原以为会是干柴的口感，实际上却是多汁而软嫩，肉香与洋葱的甜味在嘴里肆意，搭配半熟蛋黄与酱汁，让人想直接加点三碗白饭。另外，像是味噌猪肉饭、乌龙面等等，也都是非常道地的日式风味。这次还点了一份手语鲜，不过因为数量不足，老板多招待我们几只小棒腿，成了当晚的小确幸。